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神帝先，大家搞啥？啊，再去继续过来讲解净土的世界。啊，本人呢，啊，自深深体会世事无常，身体嘛咪属于咱哩，名哩骨壳咪属于咱哩，所以我病到真严重，求台湾祖师救度，求观世音菩萨。救度治我的病，医我的病。那么观世音菩萨，哈，伊甲开示，救人不如救家己，救家己不如救真正家己。各位啊咧，观世音菩萨啦，啊，都开始甲开示啊，讲咱每个人世间往往拢是向外求，唔啊要求家己良心。求家己精进心，啊！求家己实实在在本来的面目，家己是啥人？好，咱人就咱的魂魄投胎了身体以后咧，咱再掉到一个小鬼啊壳，拢唔知好去找家己是啥人，拢外面壳壳装，究竟是咧装啥？好，咱扛着一个臭皮囊，这真正一草一皮一袋啊，咱的身体是臭皮囊一袋啊，感情的这臭皮囊是属于咱的，结果未记得咱的本性是啥人，咱的佛性，拢唔知去追求啊，所以真真正正的家己或者佛性，阿弥陀的佛性，阿妈做书来。爱的小谢老师，阿谢妈妈开始讲爱好好修行咯。世间的名利唔通过去接啊！哈，过去世间的名甲利咧，拢是互人个人继续一个结一个善缘而已。哈，是一个咱人结善缘的不二法门。哈，世间法咧，名甲利在做工课。但是咱爱修出世法，世间已经来啊，如何修出世法呢？行善、行功、立德、做好事。以外呢，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当时啊，我唔捌啥子南无阿弥陀佛呢。啊，祖师啊，就开始南无叫做皈依，咱人来世间，出世来世间以后，咱的蒙蒙飘飘，啥或者依靠，啥道理靠？依靠阿弥陀佛，西方叫做世界教主阿弥陀佛，互咱依靠，只会当互咱依靠，其他拢袂当依靠哩，人袂使依靠哩。只搞个开始，依法不依人呐、啊，念佛。我来开始，咱人来世间是安怎地一小鬼家以后咧，拢六亲不认呐、啊。我们就奇怪，那六亲不认啊！台湾祖师啊，伊说六亲不认，咱人到一小鬼家以后咧，骗来骗去，受诈欺、受关，迄个都六亲不认呐、啊。你何里骗迄顶世人？凡是恁某、恁囝、恁老爸、恁老母、阿公、阿妈。你是安尼就死去骗，六亲不认。吼、哦，这个听了我心内，那是这石头咧，就跌掉咧咧，心内要落去啊！我想我难道过去咁做个这么歹？那么这观世音菩萨，我做书咧又个开始啊！我若是过去，你也只要有做歹者，今日无这因缘来甲佛见面。无这因缘甲祖师见面，
无这因缘来甲观世音菩萨见面，观世音菩萨要甲恁救度，开始一条路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叫我等下达刚应该念佛，第一件，怀念意念，咱每个人的心拢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，咱的本性，咱的灵魂，佛者或者觉，咱若觉到本性，拢是阿弥陀的事，就是阿弥陀佛啦。咱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啦。我迄阵我嘛无啥听无，戆戆神神，一直感到艰身体的艰苦，感到怨叹的过去做生意的了钱，怨叹着工课。怨叹的朋友甲咱诈骗，怨叹东怨叹西咧，未记得讲我是啥人，所以戆戆神神。我相信我现象现在各位在听，你嘛足侪够共款。哦，所以观世音菩萨一慈悲开始啊，爱求真正家己一心念佛啦。所以咱的恭敬老和尚啊，老信徒去问伊，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佛，安尼尔，其他就免讲啊。世间的名利啊，随顺因缘，一心念佛上要紧。人身体会死去，会拗，会臭，烧都无去，但是本性伫倒位，阿弥陀佛，所以叫咱一心念佛啊，观世音菩萨才开始。啊，祖师的慈悲，哈、啊，开始诶。你看世间的三千五行。三星啊，天地人三才啊，三千五行啊，哈是咱人伫世间哈建立一个基础。人甲人中间爱捌三千五行金木水火土四时八节的运作，哈兼生苦者，哈遮的五行的运作，世间都有遮的五行的运作，互相五种的气伫流传伫世间。啊，那么祖师的慈悲。啊！叫我好啊，念佛以外咧，爱用你所捌的、所学的来帮助众生，哈、啊，解决着人伫世间所带的环境的问题。本段解决着人伫世间所带的环境的问题。我怎么足奇怪？祖孙啊，知影讲我会晓风水、甲地理、甲易经呢？好、哦，那么祖师慈悲，我求祖师慈悲啊，凡人不做啊，给我力量、发信心、发智慧，希望我身体会好。过来，观世音菩萨呢，伊个开始一件真重要啊。咱现在一般人所谓修行的人，三大宝、三宝、三种的大宝，什么宝呢？信、愿、行啊！啊，信、愿、行。第一是信，第二是爱观，第三爱行。这三种宝就是信佛所讲的，会正法。只有佛在讲的话才是真正的。一般凡夫所讲的话咧，拢真正爱打造好。佛所讲的，看你过去生甲未来生无量劫以后咧，甲咱开路，互咱行。信佛所讲，所以佛经所有一切的佛经所讲拢是真实的，咱爱信佛所讲的。过来爱信哈、啊、西方有净土，过来信讲西方极乐世界有极乐世界的净土，信西方极乐世界有净土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真正人熬呀，迄那些十八因在讲的尔啦，千真万确。我哋七十五年有一天，哈、哦、念佛念噶西方极乐世界去，看去西方一片的净土，遐尼清气，金银琉璃、车骑、珠宝、做土卡、树啊，哈厝拢是金银琉璃这七宝所成的。所以信佛所讲的第一，我已经有信了。第二，信西方叫做有一个西方叫做世界，唔像咱现在的世界这么垃圾。现在的世间呐，那这些的互相抬抬杀杀，互相小怕小骗呐。西方叫做世界，拢是善人呐。咱呢，过几天呢，咱会照经典来讲，给各位了解。
过来的信心，啊，信这个心，信自己有迄个智慧，信自己的心，天下间会当所信的是佛，信佛所讲的法的信而已。过来信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有一个极乐世界，咱爱相信。过来信因果，咱爱信因果，咱正信因叫善果。恶因一定有恶果，咱唔通违背着因果。但是现在真侪人咧，拢会违背因果，唔惊因果的报应。所以大家想尽办法，一直拼命的抹黑世间，大家互相我甲你抹黑黑，互你看袂到，我上熬错去啊，唔知因果。啊，所以世间真侪人咧，吼，这个因果的问题咧，伊甲放伫边啊，哪有因果？迄个人遐歹，哪有因果？啊，这个人都遮好，也遮歹，迄是伊的代志，因果伊的报应，伊甲你承受。迄因果伊甲你报应，上天达最有目睭诶，伊甲你报应。你我自己的因果，家己好事一定爱做，自己我爱相信因果上重要。咱唔通甲你计较别人，咱无咧信因果，这错去啊，错去啊！曾经咱就信道先生，来到时咧，真正怨叹我老师啊，吼、哦、拜托老祖甲佛祖咧慈悲，或者歹人咧吼有歹人竟然会安怎报应？我讲你是安尼想，伊是安尼都遮歹，安尼是安尼遮好呀？我这就是前生所修的，前生所修的，即生来享受伊福报，福报啦享尽以后咧，伊自然咧，哈，伊就败落啊，甚至含命都无去，一家家破人亡啊！我你上要紧的，你爱去看你有好事有做无？你个当下有咧念佛无？有咧修行无？有咧做好事无？啊，有咧帮助他人无？我敢问你有参加功德会，一个月一百块无？我无咧，我咧含一个月一百块的功德会，租借嘛，一个月一百块，足侪一百块，你都袂晓要做啊，你都袂晓要挣啊，你敢咧计较别人袂错？讲安尼咯，一百块够用做啥？我咧一百块用做啥？大家接起来用做一件代志，好代志。所以这个善念你种一个好因，大众修行一个果。你知道咱的啊，即摆这个节目都是咱的功德会，大家一个一百块来扶持，咱唔知道我都来上这名法讲，大家知啊？哟，这个种一个好因，你后边好果有通修行啊嘛？好啦，我讲你啊，唔好甲你计较别人如何，啊计较自己是毋是正善因？你即世人有咧正善因啊，你后世人一定有善果好出来。你一分钟前种一个好的因啊，想一个好代志啊，你一分钟后咧，你心一定真正快乐，无惊吓，这都是一个善因，啊，就是善果，这是因果嘛。所以咱每个人啊，爱相信因果，唔通干来信讲啊，我有钱就是好啊，有钱什么都不管啊。那就前一阵，咱总统这个就任的时，股票迄天落来，啊，那么咱一个访问啊，咱有是一个查某人咧，人家访问诶，伊讲我无信你啊，总统是你的代志，我无信你啊，国家我无信，我信干来讲股票会起就好啊。我阿你这个保死的，哈哈，一定败的，妥妥。爱相信因果嘛，相信咱有一个善心为大众祈福，相信咱为迄个心咧，哈，咱卖讲讲咧有私心，咱有大公无私的心的时啊，你有好的果一定会出来嘛。咱唔好讲咧信讲钱就是万能的嘛，你若信万能，你有一天七三六平。一定的，咱若相信讲啊，我做好事了，咱有一天，咱世间就社会就净土的世界啊。啊，所以佛啊菩萨啊，尤其咱台湾祖师啊，甲咱提醒，时时爱信因果，唔通违背因果啊。
所以因果业力的报应非常的厉害，因果业力的报应啊，咱一定会实现，是早是晚呢啊。伊是世间的福报，伊享受煞只，后壁恶的果一定会发生。那像咱真侪人伫台湾钱骗骗的，摕外国，啊摕外国一年安尼就过啊，无你信什么因果，结果外国换人甲骗啊。这是正常的啊，你来得讲骗，我一定用骗啊，正常的啊，因果果嘛，那无就无天理啊嘛。唔知啊，因用入我最中心啊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性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这就是因果律啦。咱大家这时段开始进前在唱这歌，就是因用入我最中心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性归国主，归国主等咱良心出来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咱的人生。咱就充满着欢喜，咱的人生、咱的家庭就充满着幸福加光明啊！所以，奉劝各位，咱信心爱信因果，信佛所说。啊，咱今日时间的关联，到这就断了。